實普遍都是最少要露到手臂啦，露到個肚同埋露到兩隻腳，因為有好多喺條柱嘅動作咧，你都係要用你身體嘅肉嚟啜住嗰條柱，咁所以如果你有衫嘅話，就會好易跣落嚟咯。Scorpio， 先將身體倒轉，再將外面隻腳勾住鋼管，穩定身體之後可以放開雙手。要留意的地方是膝頭、大髀、腰和手臂要 hold 住身體。Hello boy， 先坐上鋼管，將主力手放在臀部側邊鋼管的位置，上方手緊握鋼管，下方手托住臀部，然後再向上將腳成 V 字形打開。